是不是啊？哎，关键不够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不行啊！哎呀，我真的不行啊！你看我这一二年的上衣呀，是大姐给你买的。我零二年的裤子是大姐给你缝的。我九二年的皮鞋是大姐给你擦的。我八二年的袜子是大姐给你穿的。嘿嘿嘿。舒服，大姐行不行？我可把它摇到西湖上去了啊！行了，你再把它淹着。我啥时候给你大姐夫穿过袜子？我穿，大姐夫，哎，把袜子脱下来，我给你穿一回。光穿袜子行吗？让我闻呐、啊！大姐夫有点过分呐、啊。行了、啊，跟你开玩笑呢，啊、媳妇儿啊。这小子今天指定有事儿，对，这是急眼了、嗯，这么多年也没对咱俩这样啊。对，来来来，顺风你过来。哎呦呦，大姐问问你，哎，大姐夫你说，到底咋回事？是这么回事儿，嗯，今天啊是我们公司借银行还款的日子啊、嗯，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我记成下个月的今天了，这要是还不上，明天我们公司得让银行给封喽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顺风。你可真行啊！你是怎么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能给忘了吗？我给忘了。你可真行，你借我钱忘了行，你借银行钱你也敢忘吗？你忘了真收拾你！我跟你说，是媳妇儿啊，赶紧把钱拿过来，啊、快点！给来，顺风、哎，拿着，谢谢啊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两万块钱呢？不是，这就算是张彩票，你也得把彩票给我吧？你给我一堆号码有什么用？彩票不在我这儿，不是，大姐夫啊，我可把你摇到西湖上去了，啊、你别在这儿给我装老妖精啊！你给我整个白条你，过来，顺风你过来。我跟你说是这样，昨天我把这个号码给了田笨笨啊，我让他帮我买，我在外边忙没时间，他答应我了。现在彩票就在笨笨那儿、嗯，咱俩过去找他，完了以后拿过来一兑奖，两万块钱不就有了吗？你找笨笨去，哎，对了，你欠了多少钱呢？我欠四万块钱啊，帅哥，怎么的？你还能帮我解决两万呢？帅哥没有了啊，美女不有吗？我们家有钱呢，跟你大姐要啊。大姐她抠搜的，她咋说的？我说你这智商啊！啊，你摇她呀，你就像刚才摇我那样，你也摇她，明白不？你把她摇的飘起来，一直飘到西湖，我俩一相会，然后咱俩一起使劲把她往塔上一送，这钱就有了。我明白了，我摇完了大姐夫，我再摇大姐，他两口子是我的摇钱树。大姐，大姐你真棒，大姐你最强，大姐上西天。什么玩意儿？胡说啥呢？你上了西天还有钱吗？你这瞎。西湖，来啊！哎呀，是这样，顺风真的有急事了啊，咱得帮他。行，那咱家那卡还在吗？在我这呢。这样，车先不着急买了，从里边取两万，哎，怼四万给顺风。谢谢啊！行了，三哥，太好了，哎。大哥，哎呦，怎么着，笨笨？终于找着你了，咋了？物业有点事，你跟我商量一下来。去，物业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赶紧的，彩票给我。对，什么彩票啊？不是，就我昨天给你打电话，让你帮我买，我不是号码给你，你也答应我了，买彩票。哎呀，刚哥呀，啊，昨天我太忙了，我就没买。没买好，顺风，完犊子。老天爷呀、啊！哎，哥啊，别着急 啊，我没买，我让小米粒买了。小米粒，谁这么想我呀？我，小米粒，你最棒！小米粒，你最强！快，买着那个彩票给我。彩票啊，在这呢。哎呀，咋的？中奖了！哎呀，行了，这就行了，肯定中奖了。哎呀，顺风啊，解决问题了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，让我渡过难关啊！我告诉你，顺风、哎，你别说中奖了，就是没中奖，你这事儿，街坊邻居，包括我们亲戚朋友，都得给你解决，对，必须解决。涛哥，哎，你们这个家庭太温暖了，我也想早日加入。好，二姐子。你就甩开膀子干吧，有咱们全家人的支持啊，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。街坊邻居们，
这就是家的温暖，我有点飘呢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也飘。